又看看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是狼窝不是吗？这是医院，马副官已经醒了。啊，这位是，这是我们师长的娘。老人家您好，你是大夫？是。听说童参谋关进水房里去了。这个不是我的意思。 我也正想给他换一个安静一点的地方。据听说还绑了他，不行，快解了。啊，这正是我的意思。这个扣子是谁的？在为城堡做手术之前，从他兜里掉出来的。 啊，冲天先生。 刚才那位老太太说，如果童参谋关在水房里还捆着他，他坚决不答应。童参谋，老太太说童参谋可以留在这里，他是病人，我那边还需要观察他的时间。这都够你死的！啊，没有房间。 可以把它放在我的办公室里面，可以吗？そりゃダメだ。この部屋は監察室と手術室をつながってる。马长官可以回到他的病房里了。わかった。とりあえず準備をしとけ。自分が許可を出すまでは丸を外に出すな。わかったか？是。 冲天大卫，你来了！你的长官要换病房了。啊，从这个门出去吧。啊，行。 要给童参谋换个地方，换到哪儿？军医官办公室，你去通知一下，きちんと解放に当たれ。 说给你换个地方，也好啊。不行，那么耍花招，该干啥赶紧干啥去。这才是你该待的地儿。走吧，才该干啥干啥去。
不合适吗？挺好的。那个马副官怎么样？还在手术室，要是想完全康复，还需要几天。哦，那他的护卫也都在啊？太君。好，谢谢啊。你知道那个办公室里还有光照室手术室同志的吗？是的。我一会儿测验那个同志吗？测验咋测？把办公室和光照室和手术室的偏向都打开，我看看他有什么反应。明白。那好的，你去继续盯着他们。好的，长官。赶紧干上！你在干什么？我
上那屋看看。看什么？我看看那个马副官的护卫怎么样。没想到人家都走了。刚才通知好后，亚木说的是什么？他们俩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。什么？亚木说他们要给你换个地方。通参谋说也好。亚木说你该干啥赶紧干啥去。通参谋说少废话，这里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就这两句。这几句话无关紧要？我觉得他们俩像是有仇，说的都是斗气儿的话。你该干啥赶紧干啥去。那什么意思啊？我觉得没啥意思。你不能仅仅去对话，还要去动作。嗯，眼神手势わかるか？明白了明白了。对了，你去那个丁西方见教过那个新兵队长？长官，检查过了，这个马瑞的宪兵队长，他上衣也少了一颗扣子。哪一个扣子啊？领口的这颗扣子。哦，那参谋手里的那个扣子也有可能那个宪兵队长的呀。有这个可能。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军医官办公室啊。洪参谋不是在吗？我能跟他在一起啊？不去。哎，我说你们俩到底谁怕谁啊？我怕他。在这儿啊就放心好了啊。走吧。娘，您请坐。娘，花儿，马瑞，我就问你一件事儿，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娘，您都听说了什么？我问你呀。要打仗了。生怕你不安全，送你回博阳。博阳被鬼子占了，你这不是把我往狼窝里送吗？这个我也是刚知道，所以赶来和日军交涉。一派胡言。马瑞呀，你现在悔过可能已晚，但只要你能回到前线，率领将士们勇敢杀敌，你可能还能挽回一点点名声。娘，我现在能走回头路了。好，我回博阳，但你必须要派杨木和童参谋跟我一起走。他俩？对，他俩一路护送家属队，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罪，你还忍心扣了他俩？你的良心还在不在？你要是还想让我活，就必须派他俩跟我一起走，派别人休想。老连长，您好。躲开。花儿啊，
咱们走那边，咱那边走。回头你告诉宋清，我那儿还有点首饰，该使钱的时候你就让他给卖了。哎。来吃药了。谁让你不敲门进来的？我是来送药的。什么药？消炎的，一天三次，一次三粒。你去吧。不吃，你要不吃药那可不行，这伤口就不好。这里的人都靠不住。那要不我从家属队给你找个人过来伺候您？可以。那您觉得谁合适啊？出门大伟。哎，老贾。民房的条件不太好，有任何要求我们占尽全力。冲天单位我遇到了麻烦。你说吧。老太太不好对付，她要回老家博雅，点名要养母和佟参谋护送。我们可以派兵护送啊。他不会答应的，他只认可养母和佟参谋。你不能答应他的。他性格刚烈，万一寻死，我手里便失去了最好的牌。纸里包不住火，一旦师长知晓此事，我们的行动便难以实施。不认得。认得。你没吃饭啊？吃了。脸上只苍蝇。开什么玩笑？我看你臭皮烂肉，盐放多了，咸得慌。爸，这儿是拒马镇，不是你们一零三师。你要不老实，我这就叫人过来。行行行，把本子掏出来，记录。看来啊，马副官事儿多，没工夫搭理咱俩。过了12点，他要再不见我，我就走了。但我估计呢，我也走不成。为啥？我跟那个叫冲田的打过仗，你就不同了。你袒护他，还拦着我，所以你能立功，来去都成。别光摇头，你说句话。我要跟马副官当面谈。你扯淡！先见马副官的人是我，轮不到你。你就等着瞧。哎。你们在开会？没有。你在这里干嘛？咋？我不能跟着。大家，可不可以开会结束之后，再让老太太回博雅呢？他已然绝食。万一死在这儿，我的胜算将大打折扣。那如果他现在请走呢？他要养母和佟参谋护送才肯走。这不行。老太太随时可以走，但是养母和佟参谋绝对不行的。养母的爹还被我扣在师部。养母要作乱，不能不顾及后果。养母在医院里还躺着呢。阁下，你要见他吗？行。
看看，就这么散了。诸位，能拿点什么？拿点什么？各奔东西吧。出什么事？大奎嘞？大奎带着兵去接近马瑞，遭到鬼子袭击，战死了，就剩下几个人了。马瑞他死了没有？他车冲过去了，坏了。兵力密集，开けて進め。銃声で合流しよう。见到杨母和佟参谋了吗？见到了，但他们困在金马镇，出不来。那人民站的事嘞？都在这儿呢。杨母叫我跟你们去捡线，马上就去。好，那马瑞死了没？我猜，只要杨母和佟参谋在，马瑞准活不了。杨母说，我要是见到你们，就派着小部队去偷袭一下金马镇，打了就跑，这样他就知道我们在一起了。他放心了，就能留在金马镇，想法再把佟参谋救出来。怎么讲？杨默是主动留在驻马镇的。是，他说他一定会出来的。凤凰姑娘，大奎他们，我都知道了。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我们现在要准备马上去前线。药仙儿，咱还有马吗？都在。好，马上准备。什么声音？听，有人在我粮套里。粮套，姐，我在四周啊设了几十个粮套，只要有人冒上来，肯定猜得中。有人围上来，不好！听，背面是几个，南边有一个，还有几个，西边踩了一个。看住你！当心，大嫂子！啊，嫂子，咋样？啊，咋样？姐，刚才说有人，现在冒东江来。大嫂子，你确定声音是从不同方向传来的？确定，这边、这边还有那边都有。咱们自己人都能认得下套的地方吗？记得一清二楚，一定是外人摸上来了。还有别的下山的路没？有，那边有一条。不过吧，要过几个看子，马军在那边。快，你带凤凰过来，叶先生信责，我们两个人动后，快走。不是，要是这样的话，此去就没人搭桥呢。等等，你去把武工队的旗挂上。明白。别摸、哎！我去。少校，陆西，别摸你！快下！少天呀，少！凤凰过来，快走！你别。你们快走，聚齐一心，我来堵这个口子。如果小鬼子来了正好，如果不是，我再去找你们。快停啊！别停！别停！五六剑，你等，你是你在这来了。你是军人，知道什么最重要？自重了啊！没有你，我只有我们。快走，如果有缘，我们再见面。就把那宝马狂轰掉，快走！走啊！走！どこ行ったんだよ。
给三嫂。若现的脸，一双真假难辨的眼，你就在我的身边，我却握不住你的拳，把我必要なのは早く交渉して103師団の編成を実現することだ。バエイはバーさんのことでためらってんのか。閣下、ラオ大隊が死ねばマールイが厄介です。その通りです。バカ野郎、2日後には前線で攻撃を開始するんだ。なのに俺たちは毎日毎日バーさんの話か。閣下、マールイの要求を無視すれば時間の無駄になります。ここは一つ要求を受け入れてみてはどうでしょう。それに心配なのは、ヤムがもしラオ大隊を護送することになれば、ラオ大隊を人質に取ることもできます。ヤムとトンサンは信用できません。ラオ大隊がヤムを信用するというのならそれもいい。力ずくでも成果を上げることだ。そうすればラオ大隊が何をしようと関係はない。まあいいか。少々閣下、会談にはどのくらいの時間がかかる見込みでしょうか。10分でも惜しいんだが、バエの切り札を受け入れるのか時間が決めるだろうよ。閣下、ここは一つ試してみてはいかがでしょう。どんな手があるのか。丸いの女がいます。早くしろ。はい。ラオランシャンのウコンという攻撃し、捕虜を一人捕まえたようです。姐还走吗？我想走随时都可以走，可是杨母跟童三木还在这儿，我得帮他俩一把，让他俩出去。他俩是铁了心。他俩在等一个人。谁啊？马瑞。为啥？他们要杀了他。你这不是把我往狼窝里送吗？我也是刚知道，所以赶来和日军交涉。一派胡言。我现在难走回头路了。你要是还想让我活，就必须派他俩跟我一起走。看来老太太是一定要走，要走得有人保护。只有杨母和童参谋。俺刚才听老太太说，这家属队里只有他俩是好样的。这万一鬼子要是想了别的法子把他俩留下来，那他俩可就真走不成了。所以现在必须要促成这件事。现在就两件事：第一，老太太必须走，明天就得走；还有，我得跟她找辆车。这不是有车吗？这是日本的车。老太太要是看见了肯定会反悔的。哦，可这上哪弄车去啊？哎，姐，你不是认识那个上尉？上尉、俺今天回城的时候亏着遇到他，不然俺就真的进不来了。他什么时候当班？
长官。哎呦，妹子，你干啥呢？俺陪宋长官出来逛逛。他还好吧？好，他还一直念叨您呢，说找空请您吃饭。要说吃饭也得我请啊。怎么，他最近有时间吗？有，他现在就在茶馆呢，您要见见他吗？这合适吗？那俺去问问。好啊，好。他来了。上尉来了，快坐。上回的事儿您没遇到麻烦吧？没，多亏了您给拖着。俺去给您买点东西。去吧。要买啥我去拿，这城里只要有的随便您挑。不用了，就是些女人的东西，你大老爷们哪会呀。你就喝茶吧。听说马长官化险为夷，我就放心了。哎，你们这进出城门的都是靠走路吗？近处跑腿儿，远点骑马，再远有军车，要是赶上大调动就动用火车了。那这个京德铁路线还通着吗？还通着，隔天一趟。可要是云山岭打起来，恐怕就得中断。那要是从这儿去需要多长时间啊？从这儿去火车站汽车2个小时，步行急行军抄近路大半天儿。那车站安全吗？安全，站长是我大哥，往后您要用得着他提我就行。我要是想用你们的车方便吗？因为我们长官的车已经被打坏了。那没问题，不过您要用车日本兵营就能出。怎么好意思麻烦别人呢？自己人的车这才方便嘛。那是那是，您一句话我来效劳。那我要是用的话最多能用多长时间呢？只要是您用都没问题。我们这儿的情况是私自出车时间短了可以打马虎眼，时间长了让日本兵营知道得追究责任。哦，还是挺麻烦的哈，我还以为这多花点钱就行了。哎，团里倒是有一辆旧车，日本兵营嫌它维修贵，战场派不上用场，所以不在册上。天津有家洋行想买它，那辆车倒是可以。那车还能开吗？当然能，就是不省油。天津洋行出多少钱？哎呦，那可贵了，要200大洋。那我要是愿意出200大洋呢？您真想要？那我去说说，就不卖给天津洋行了，看看能不能再便宜点，争取150拿下来，您看行不？那行，咱们做个买卖。便宜多少钱都是你的，我也不问，我额外再给你20块大洋，作为奖励。哎呀，那我可真去办了。那你去，我在这儿等着你。哎，我这就去，回见。行了。大概是行了吧，可这钱，我上哪儿去弄啊？姐，这是老太太的首饰，她让俺给您，正好用得上。哎呀，夫人，停！我们这里的东西啊，那是货真价实啊！来看看，你看这个如意啊，你看，我们不是来买珠宝的啊，我们有珠宝，想看看你们这儿能不能收。啊，那得要看看它是什么货色了。可以，花。30大洋。30大洋，你还有别的吗？花儿，咱们走。哎，夫人。哎，夫人。你，我说你是开玩笑啊，你还是眼拙呀？啊，我只是这里一个店员啊，哎，真是对不起。啊，这样吧，我去叫我们老板过来。
本店愿意出270块大洋换取你这个首饰。你也知道我们是赔钱赚吆喝的买卖，夫人请谅解。也不多呀，就现在这行情来讲，这就不少了。就这样，我们店还要急着转手出去，一天一个价，真是赔不起呀。您大富大贵，就少一点吧。能赚一点是一点。那好，300成交，咱们这就签字。十号付钱，不用签字，给我个口袋就行。来，久等了。怎么样？车已经修好了，还加满了油。哎，不过四不长太黑，这个钱没便宜下来，还是200大洋啊。行。不过我可是有言在先啊，车是给老太太用的，要是中间出现什么问题，你小心我给你翻脸啊。没问题，如果车出了毛病，您把我当炮点了。那行，220块大洋，我先付你一半。哎呀，您真爽快！你一会儿把车开到这儿来，我先试试。开出来，那不都看见了？嗨，我明着买的，那就明着用呗。哎，宋主任，我们长官要和你谈谈老太太的事。现在？对。我去房间拿一份文件。好嘞，那就医院门口见了。哎，宝儿，你出去吧。该看的看，不该说的别说啊，一定要注意。花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这丫头啊，跟我去趟病房。她去干嘛去？我们长官需要人照顾。他对旧医院的医护兵啊都不放心，这不是让他去一趟吗？花儿照顾老太太，可是他对别人不放心啊。我想走随时都可以走，可是杨木跟佟三木还在这儿，我得帮他俩一把，让他俩出去。他俩在等一个人。谁啊？马瑞，他们要杀了他。姐，俺去照顾马副官。人是有毛病的，我解个手你也跟着，这是我工作。你们这是去见马副官，一会儿见。花儿也去了？他去照顾马副官。你放心吧，没事。幸亏你多了个心眼，要不然的话，现在被捕的就是我们。你对很有仇，看清了，老子就是铁拳。28个弟兄被你传话给杀了，你说走就走，没门！走，告诉你为什么要走。我想回去杀马瑞。
手很凉啊。